这个时间段加个魔兽之印六个回合的时候，我用这边查一下魔兽之印。魔兽之印，魔兽之印是提升全队全体队友包括召唤兽5%的物理伤害力，效果持续到战斗结束，你用的只能用到一次。不行，不能叠加，不能，不可以叠加，不可以叠加，不可以叠加。使用了魔兽之印之后就不可以叠加野兽之力了。不行，加不了野兽了。我刚查的兄弟，不能叠加。同样也是加得过野兽的也不可以再使用魔兽之印了。咋的，说能叠加的兄弟你是梦幻精灵吗？梦幻精灵说的不可以，你说可以，那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听你的还是听梦幻精灵的？